宜人林志玲拥有独特声线，出众样貌，更凭借高 EQ 深受民众喜爱。她与方浪兄弟成员 Akira 结婚后，于去年产下一子，升格成为新手爸妈，收获大批粉丝的祝福。日前 Akira 到台湾跑行程安排得相当满，不过她在空闲时间也不忘享受家庭生活。林志玲于23日晒出了爱妻视角照片，马上引发网友们讨论。从照片中可以看见，疑似是 Akira 的背影，对方穿着白色背心，走在森林小道中，看起来非常惬意。虽然两人并没有合照，但仍能感受到满满的爱意。林志玲在贴文中祝福大家拥有美好的一周，不少粉丝也纷纷留言，希望两人能在忙碌的生活里好好放松休息。Bye.